这顶梁木都用得上好的梨花木，嘿，这多少钱？这可是洋玩意儿！师兄，你可别又给人碰坏了，咱可赔不起。你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！哎呀，小宝，你看，大师，大师，你可算是来了。 去救救我们家老爷吧！夫人莫急嘛，请带我们去看。张大师，快看看我们家老爷。孙老爷呢？孙老爷，您今儿个喝多了，你看这天还下着雨，要不我找两个人把您送回。 老爷，我没喝多，不用送。孙老爷慢点，围攻。今儿孙老爷喝多了，你们俩去盯着点，别出点什么事儿。哎，孙老爷，您慢点。孙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安全给您送回家。谢谢孙老板。 大臣，大臣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呀？哎，调皮！申大成，哎，你认得我呀？您是小婢子还是红袖啊？<笑>不是认得你，我只认得你。啊！孙老板不见了，怎么办啊？找人呢？ 孙老板，醒醒了，孙老板。看情形，孙老爷是中了别人的道，敢问他最近有没有跟人家结怨？张大师，我们家老爷经营着全镇最大的银行和酒楼。 这要说是得罪，那我知道了。一准啊，是同行看不得你们家好，给你下个绊子。你不要乱说，看情形有些棘手啊。张大师，您可得帮帮忙。这是200块大洋，您收下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家老爷。大师，求求您了，大师。嗨，放心啊，包我师傅身上。 先收回去。还有，请你们回避一下。乌元树大师不愧是大师，简直就是神仙下凡，让人钦佩呀！一点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还请大师过目。杨掌柜的，尊驾可是号称半成啊？就这区区10根金鱼，就想打发了我吗？ 不敢不敢，这只是大师您的辛苦费。等到孙家产业被我一点点蚕食掉，到时候您的那份儿绝对恭恭敬敬的送过去。等到子时一过，将这丰潭收好，挖地3尺埋于柳树之下，3日过后，就是神仙下凡，也救不醒啊！您把门关上。 不要让人进来。是师傅。
想不到这小破镇子还藏着高手。月奴，主人，陪他玩玩。是。以礼相实惠，我倒得看看他有几斤几两敢跟我斗。师父，不要管我，不好闻。吴大师，主人，远路无用。走开，走远一点，免得误伤到你。远奴，你也先退下。是，主人。能伤了远奴，有点本事，那就让本爷会会你。本与我们同根同源，却因见利见色难以自拔，最后变得是非不分，堕落成外道之人，可以说和我们是死敌也不为过。那听你的意思，这外道之人应该跟我们也是同门。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大师，您应该不会是怕了吧？大师，您应该不会就这样放过他们吧？那人的手段，怕是不在我之下。刚才一番较量，此人功力怕是不在我之下。若是不能想办法除掉他，那这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。您当初可是保证过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您肯定能斗得过的。那是必然，放心好了，我自会对付他。大师，我们家老爷怎么样了？对方早有防备，此事要从长计议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师徒三人需要住在贵府一段时间，以防万一。大师尽管住下，还要劳烦三位。管家，是，快叫人收拾厢房。是，将张大师。好。师傅，菜都凉了，你都练半天了，吃饭。去。师傅，快去。哎，师傅，这儿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咱还有钱赚，干脆咱多住段时间好了。小宝，我们去
玄门一派讲究的是清修苦行。那咱总不能浪费了吧？师弟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小道，坐下。你们吃完，我还有事情叫你们去做。师傅，啥事儿？外道之人及时行乐，喜欢去青楼和赌坊。小宝，你待会儿去赌坊，切记不可贪赌，不可用玄术，以免暴露。那小刀他去哪儿？他当然去青楼。啊？他怎么了？让我们去赌坊。让那个杀手去青楼找乐子去。有一个大爷。少主，三七，快点！好，好，牙大牙大，必须牙大。这位大爷，想玩牌九还是骰子？我们这什么都有。啊，随便看看。光看有什么意思？怎么着？我说我不玩了吗？玩。哟，对不起大爷，请。啊，哟，瞧您这脸生样，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？哟，小哥哥，姐姐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小哥哥，来都来了，还羞什么？别欺负这位小少爷了。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。我就是这儿的老板。小少爷，快跟我来。看好了下注，买定离手二。哎，我也压这个啊！我也压手，我也压手。看好了下注，开开开开，三个六，豹子，先下后赔二。兄弟，你厉害！一赔五，打好。看好了下注，来，一二三，开，两个五，给我赢了。哎，兄弟，运气真绝了你啊！厉害，运气好。我跟你啊，看好了下注，来。哎，朋友，手气不错，还行吧？怎么着？有何指教？没有，只是提醒一句，在我们这儿出签，要是被逮住了，往小了说嘛，剁你双手；往大了说，如何？只怕是命赚没命花呀！真不好意思，小爷。八字命硬，有没有兴趣我们两个单独来一把？随意。好啊。慢着，有事吗？师父让我不许用玄术，可这老东西分明出千了。开！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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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哎，谢谢了，愿赌服输，赔给你。剩下就分给大家了啊！谢大爷，谢大爷，谢大爷，谢大爷！
走路的。下次注意点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小爷今天心情好，我早揍你。秀儿，好好招呼这位公子。哎，谢谢啊，瞧这小脸俊俏的呀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我就好了。公子，听妈妈说你是第一次来。哦，我师父，我是好奇进来看一看。公子不必如此紧张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不妨听秀儿给你弹一曲，解解心中烦烦，可好？好。云禾，这是十里相送，用不着这么客气。小子，识相的把金条给我交出来，否则爷就要送你一程了。那你可以试一试。上。特别好听，多谢公子夸奖。小子，有种别跑！有种你们追上我呀！师兄，哦，姑娘，对不起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阿斯达，先追上你，我再说。别人都跑了，快追！哟，小子，哪条道上的？敢管你大爷我的事情，快给我滚开！你甭废话，师弟，你给我揍他们！师兄，师父不让你去找我，小心！
一个人打他们七八个也没什么问题。哎，师弟，你看我这是不是肿了？哎，少兵来！你为什么还不快走啊？快快，赶紧的！哎，少兵来！拿好了，慢走，慢走。这快看看。师傅，师傅，刚才我差点被人砍死，要不是刚好碰上小刀，我这小命都没了。我拿来，啥呀？哦，我临走的时候不是告诉过你，莫赌，莫用玄术，您就给我一个答应。我总不能傻坐在赌房里吧？再说，我也没用玄术啊。不，师傅，你这干嘛呀你？印堂发黑，血气上涌，头晕眼花，脚步虚浮，还想睡觉，是不是？我这还着道了。你别吓我，那个您帮帮我。我帮你可以啊，但是。到底那个师傅做徒弟还这么贪财，就只有五块大洋吗？师傅，就这五块大洋，那一个银四个不容易。没骗我？您放心，我绝对没骗你。谁掉下来的金条啊？这金条是我的，我的。是你的，你喊他一声，看他回应你吗？我凭本事赢的金条，您凭什么抢走？我不是警告过你吗？横财莫贪，算是给你个教训。哎，不是师傅，咱不带这样的，你这太欺负人了。欺负你是吧？啊，那还给你啊，你找别人帮你驱虫。啊，这个虫会沿着血脉全身游走，啊，几日内七窍流血而死。哎呀，我看情形是白头人送黑头人呐。算了，还你了。哎，别，您拿着，您拿着，您拿着。哎，给你了，你找别人帮你驱虫。您拿着，啊，您得帮我看看。好，那好。哎，跟我来。黑线残被你种在他身上了？是的，我能感应到已经在他身体了。不应该啊，能和我过招之人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着了道？杨，这个主持啊，听笔，这也太痒了。
他身上，那黑线虫自然会跑进去，然后把鸡放在树底下，用线把腿绑上，免得他跑了。知道师傅。师傅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叫黑线蚕，这是外道之人养来控制人的心灵，若是让这小玩意儿钻进心脏，那个痛啊，就是大罗金仙下凡都救不了你。 这也太恶毒了吧。师傅，谁给我下的这个种子？他姥姥的，这让我呆住啊，我非扒了他皮不可啊。这毒虫十分珍贵，没有三五年的时间养不成，想来对方以为得手了。师傅，你拿我当鱼饵？哎，这是给你一个教训，你要是像小刀一样洁身自好，还会有这事儿？你句话不知当讲否？讲。既然我们是求财，也帮了那杨喜贵对付了孙半城，又何必？莫非你是真以为我是为了他那两根金条？我要的是孙家的那个老宅，等我改了他老宅的风水，到时候我神功大成，还有何人能奈何得了我？小刀，干嘛？师父，我想求您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借您几块大洋。哟呵，几块大洋？师弟，我这要是没记错，你平时不是挺省吃俭用的？怎么着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看上白天的那个妖姐了？师兄，秀儿不是妖姐，她是清官人，只卖艺不卖身。得得得，没什么区别，进了那种地方有几个清白的？别说师哥没提醒你，这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你说你这要长相没长相，要大洋没大洋的，你呀就甭寻思着啊。师父，他是去逛窑子，你说你这相思犹如复古多，若不断了这念想，怕是就会成了心病。哎呀，算了，小刀，听师父的话，万事不强求，有缘则续，无缘则散。知道了，师父。哎，我还没说完。敌暗我明，小心提防，别着了道。你放心，师父，我会小心的。去吧。哎哎哎哎哎！师父，您这也太偏心了。同样是徒弟，赶快收拾一下。带着那只鸡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你不想你师弟有事儿，赶快跟着，带上那只鸡。您里面请。哎呦，您来了。哇，这不是白天的那位小少爷吗？您这可真是不走寻常路，这一声不吭的就从窗户跳出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中午我遇见一些事情了。那现在秀儿姑娘在啊？在。哎呦，您可不知道，
秀儿刚才还跟我念叨着，说你怎么不来看他。那我现在还能听秀儿姑娘弹曲吗？哦，听曲啊。哦，小少爷快请，别让秀儿姑娘等急了。说吧，就是小刀就在里面，小刀就羡慕我呀。羡慕？谁羡慕？一个妖精啊，我就是找，那也得是大家闺秀，说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不能进去。我给你带路吧，走啊。大爷，我们要先走呀。师父，您不是说这外岛之人最喜欢青楼等房之地吗？你就不怕小刀在里面遇到对手，让人给收拾了？我现在最怕他们不动手。啊，哎，师父，饿了，吃点东西。秀儿，这位公子又来看你了，这次你可千万得好好伺候了。公子，没想到您还会来看秀儿。我就是喜欢姑娘你弹曲。公子就没有喜欢些别的吗？比如秀儿我。公子，你想看看秀儿的样子吗？公子，你难道是嫌弃秀儿吗？师傅，等等我。我没事，我这黑线蚕王用金血养了10年，当今世上能破掉的也不过五指之数，不过还在外行走之人恐怕也只有一人。主人，那人是谁啊？师傅，等等，这大半夜的咱跑这儿来干嘛呀？师弟还在青楼，您不管他了？哎呀，师弟没事儿，那黑仙蚕飞得很快，我们走快点。别，师傅，我实在跑不动了，要不您自己去吧。都是你，你看那黑仙蚕飞走了。让求道，我师弟。不过刚好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也是时候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可能他们知道我们过去，去了也没用。好了。回去，师傅，快跑！等等我。哎呦，肖少爷，您可醒了，还吓死我了！你说这样闹出人命，我这还怎么做生意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睡着了。那秀儿姑娘呢？秀儿没事，就是有些乏了。门外有人找你。啊。在里。小刀，师傅，你。好家伙，你倒是挺享受的，你把我师傅差点累死。师傅，对不起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在这儿睡着了。你没事吧？
没事，师傅。还挺像。师弟，让你魂牵梦绕那个姑娘，喊出来，师兄给你把把关。啊！别闹了，师兄，都什么事？哎呀，回去再说。走。是师傅。哎，不是。别去那地区。那个张大师，刚才有个人托我将这封信交给你，啊，说是让您亲启。他又说什么吗？倒没说什么。啊，谢谢你，举手之劳，不足为道。啊，师傅，是谁呀？不关你的事儿，先回去。哦，那你早休息，师傅。都不如师兄，这颗掌门令牌我是万万要不得的。师父，你放心，把天机令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带着师弟广收门徒，把咱们天机宗发扬光大，威震天下的。你去把我的药拿来。我还没有死，我的话你都不听了。师兄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是没有的。是什么？师父，一颗无私的心，仁者善也，非此。之前为师心慈手软，想着能让他改邪归正，如今看来是养虎为患。哎，师父老了，你扶儿过来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舅，师父的。80多岁了，早就该死了。师兄，师兄您闭嘴！这老东西性格怯懦，胆小怕事，明明有着一身通天的本领，却一贫如洗。知道吗？我跟他受了多少苦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就让他倾囊相授？凭什么？明知道你不如我，他还将天机令交给你。我不服啊，我不服啊。你心术不正。对，我心术不正。没错，我有这么厉害的本事，自然要去这花花世界享受人生，哪像你们俩冥顽不化。你去你的花花世界，我要留下来为师父守丧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把天机令交给我，我立刻就走。你别说是守丧，你就是去陪葬，老子也管不着。苏梦，师弟啊，
看在你我同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不为难你，交出天机令，否则的话。啊！师父，师父，老毒仙，你比我还阴毒。我知道你的外道功法，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连我也奈何不了你。我死之后，你必然会杀九刀，全怪师父太宠溺你，让你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九刀，清理门户的事交给你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宅心仁厚，平时连个兔子都不舍得杀，你真的要狠下心对师兄下手吗？啊！你如果能洗心革面，愿意以钻心咒发誓，今生今世都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宁愿违背师父的遗命。我一定还会回来的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师父，谁来了？听着，他们被人控制住，千万不能伤害他们。去，是师父。师父，小刀，去外面看看什么情况。是师父。师父，外面好多老百姓都被控制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？师父，丧心病狂！哎，你们守着这里，不能让他们进来。我去找罪魁祸首。师父，
师兄，你这招厉害啊！那是，我这可是晋德师傅真传，学着点。嗯，未见，开个小玩笑嘛。好吧，就算是你破了我的迷阵，又如何？师弟，你是知道的，从小你就不如我。当年如果不是那个死老头子偷袭，被逼跳下悬崖的，肯定是你，不是我。我还是相信那句话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邪不胜正。邪不胜正，待我练成神功，我就会长生不老，青春永驻。你看看你现在，邪门歪道。那今天就让你尝尝邪门歪道的厉害。你谁啊？搞那么大动静啊？你们两个是乖乖的束手就擒，还是等我把你们打一顿再跪在地上求我放过你们？说什么？哎，不对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上回撞我那大个是吧？怎么着，小爷我上回放过你，你这还跟我来劲儿了？哼，我还就不服这个。兄弟，看我怎么给你收拾的。师兄，你自己行吗？切，你瞅好吧你。呀！呀！呀！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爷，啊！
兄，你，师兄。树枝抽我，本来就是树枝来着，看我砍烂你的树枝。你师父跟我主人打，我跟你们两个打，这很公平吗？单挑，我让你三招。师兄，谁能打过谁？起！奇怪，黑线残还在他身体里，怎么不听话？难道是刚才我打他太重了？起！给我打他！师兄，你疯了吗？我让你给我打他！是不是刚才我那一脚把他给踢少了？我让你给我打他！不听不行，给我打他！
弟，你打不过我的。你看看你的样子，看你的样子，你伤得比我惨哦。来，花开刹那，众生相，万物相，天地无相。树儿，小九，天凉了，师父给你们别双草鞋，鞋凑合着穿，等师父下山抓了几块大洋，就给你们买双暖和的棉鞋。师父，为什么我们非要过这种穷日子？我看那些有钱人来请您，您为什么不去啊？师父教你们俩玄术，不是让你们骄奢淫逸的去享受的，而是用来帮助别人的。师父，这样受冻挨饿连自己都没帮助，为什么还要帮助别人啊？树儿，古人云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师弟，你跟师父为何都冥顽不灵？为何放着金山银山不去拿，偏偏要吃着银菜，穿着破衣，兵不厌诈？师弟，你还是这么蠢笨。我说过，你动啊！我斗不过你，你是知道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要一样东西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朝思暮想的东西，告诉我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你知道的，我天生资质愚钝，你无力不可。也对，像你这样冥顽不灵的家伙，怎么可能悟透天机宗最大的秘密？师弟，放心的去吧，你两个徒弟想必已经在下面等着你了。记住，跟那个死老头子说，是我赢了。死老头，你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选我。如果当初选了我，他也不会死，他是因为你死的，是你害死的。师父说的没错，生性谨慎，我非要死在面前你才相信。你是诈，兵不厌诈，你教我的。你不敢杀我，徒弟还在。师父，快，这小子被我们收拾了。好样的，主任，
我被他们给晕了。谁让你动的？师弟，放我们俩一马吧。理由？除非你想要孙半城永远醒不来，再或者让你的徒弟亲眼看着他喜欢的这个女人惨死在他面前。出来。秀儿姑娘。师弟，你不想让你心爱的小徒弟就这么彻底被毁了吧？只要你放了我，我还会告诉你到底是谁花钱让我暗算孙半城的，如何？放了元奴。师父不能放啊。放了。师父，天机令给我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我已经放过你们俩了。如果我之前没有以防无策留了后手，你怎么可能放过我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天机令给我，不然的话，我立刻就让这个女人碎了孙半城的封魂坛。现在可以放我上马吗？谁说我想放人了？师兄，你现在知道称呼我为师兄了。当年你和那个死老头子联手暗算我，如果不是我命大福大，岂有今日？住手！云木，干什么？你不要砸我的害喜爷，这叫礼尚往来。黑线残，两个小杂种敢玩阴的！嘿，我，帅姑娘，帅姑娘，天地气运已反过万丈，可破。帅姑娘，小刀，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师父。师父，这是什么呀？炼残吗？这个是失传已久的外道邪法石心符。那怎么办？小宝，你去把孙半城救醒，把这位姑娘送回去。三天以后马家镇见。马家镇？咱们要去哪儿？九鼎天宫八宝铁叉。九鼎天宫八宝铁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兄弟，啊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呀，哎呀，各位老板，你们今天景也看了，明星也都见了，而且还吃那么多好吃的，要不是我刀哥，你们今天都进不来的啦。我明天再赚了，明天再赚了啊！哇，明天去哪里？哎呦，大哥，你吓死我了！明天去哪儿？明天去马家镇。好了，那起唱。